在去年的时候呢，这个World Buddhist University 啊，就是世界佛教大学啊，这个在泰国呢有举办了一个就是东协国家因为在这个东协成立了几十年之后呢，这些国家呢同意呢，在这个2015年呢，在经济的领域上呢，有更开放的这个合作了，所以呢，就称为一个ASEAN Economic Community 这个是类似那个欧盟这样的这个模式这样的一个概念呢。那么当时呢，这个 WBU 呢，他们就有一个概念说，除了在经济领域上的这个合作呢，我们也可以在其他方面比如说这个宗教啦、宗教学啦这方面呢，我们也可以在民间的组织呢也来推动这方面的这个大家可以互相的合作、互相的学习所以在那去年的那个就是学术会议里面呢国际佛教大学的东南亚的老师啦还有学生啦有被邀请去参与这个这个盛会啦，然后最后的时候呢大家呢就提出一个理念说，希望说东协的国家呢大家可以轮流的每年呢有不同的国家轮流来主办，所以因为2015年呢是马来西亚就作为这个东盟的这个主席嘛然后这个2015年呢也就所谓这个叫做 AEC 的这个开始，所以当时候呢我们就说如果有其他的国家呢他们愿意来主办这个2015年的这个学术会议呢，我们会支持他们如果没有其他国家呢，那我们就义不容辞的承办下来，这个就是今年我们承办这个的因缘呢。我们也很高兴说我们东协里面有十个国家，然后在这我们今年的这个研讨会里面呢这个有七个国家的这个学者啦，或者是社会就是佛教的这个社会工作者呢他们来发表他们的这个论文呢，所以这个比第一年还好，第一年呢我们好像是有六个国家，那么今年呢就有马来西亚、泰国、缅甸、越南、柬埔寨、新加坡跟印尼他们呢都是在这个教育啦或者是社会工作领域上呢这个从事这方面的这个工作的一些佛教徒了那么他们的这个演讲呢就是这个分成两大类的就是说我们总共呢有17篇的这个论文那么这个第一篇呢是主题演讲呢我们就安排了
塔玛萨大学的一位这个副教授由他来主讲，然后这个还其他的这个十六篇的这个论文呢，刚好八篇呢是有关系这个社会福利工作的，另外八篇呢是有关系到这个佛教教育的，所以就我们就分成两组，因为我们只是一天的这个时间，所以参与者呢他们也必须要就是说分组的时候他们可以选择去其中一组了，所以他们的这个论文呢就是这两方面社会福利的工作呢或者是佛教教育这两方面作为他们的论文的主题了。其实去年我们要承办这个的时候呢，我就有一个想法，因为以往呢这些会议呢 它的性质呢都是比较倾向学术性质的我们就觉得说这个佛教呢不光是在这个道理上我们了解就好了，所谓解行并重嘛所以我们就选择了这个主题呢就是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这个在社会福利工作上呢还有在教育工作上呢也不是一种专门的那种学术性的这个课题而是我们怎么去推广佛教的这个教育，推广这个佛教的这个社会福利工作，所以这个是一个相当大众化的主题所以我觉得说这一次的这个这个会议呢因为是大众化，我们希望呢有更多的除了学者方面呢我们也希望更多的学生来参与那么在这方面呢我很高兴的就是说我们已经有一个信徒呢他很慷慨的就是慷慨他已经就是答应了就是学生学生由他赞助全部的学生参与的所以学生呢是免费的那么我们也希望说从事佛教福利活动的其实也不用说只是佛教福利活动的每个宗教甚至也有一些民间的非盈利的这个组织所谓的 NGO 呢我们大家也可以在一起互相的这个来互相的学习互相的讨论这样那么当然我们佛教里面呢我们也有这个周日佛学班呢所以这个周日佛学班比较大年纪的学生呢跟老师们呢我们也希望说可以鼓励更多的来参与我们这一次的这个研讨会